2016年5月16日11点31分，一个男子进入了广西梧州市市区的一个自动取款室。此刻，他看上去有些紧张，不停地回头张望。一个男子，一般是身穿一个花格衬衫，半袖。这名男子并未进行伪装遮挡，动作十分迅速。大约3分钟，他从自动取款机里取出10000元。而在那段时间里，千里之外的内蒙古乌海，年过半百的老陈正在乌海市的一个自动取款室里惴惴不安，因为他银行卡里的10000元钱刚刚通过自动取款机汇出。他是省委大省，他叫我爱省我爱省，不断的教他，指示他做一些，暗示他做一些东西。他脑子现在这个思维已经很，就是不会说太多的这个去思考着我到底是为什么这么干。从监控中可以看到，这名男子从裤兜中掏出手机，然后打电话说了什么，之后他放下电话，但并没有离开取款机。这件事情你这个卡银行卡升级了，我给你打不上去，你赶快回来再去看看。第二次我就把我的卡又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又去打了一回。根据电话另一端的要求，在自动取款室的老陈又换了另外一张银行卡。没不行，第二次呢是6万多一点。就在老陈的6万元到账后不久，身在广西梧州的这名男子再一次把钱取走了。此时，远在内蒙古乌海市的老陈并不知道自己在自动取款机上的2次操作已经让他损失了7万多块钱，他对这幕后的一切还毫不知情。那么这个神秘的男子到底是谁呢？他对老陈又做了些什么，以至于老陈会对他言听计从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全部积蓄付之东流，红的就是没法说，这给咋弄？资金流向能否找出破绽？我们随后对这个该男子进行视频追踪。迷控一线正在播出。你跟这个号码的通话记录还有吗？哎呀，我也不懂的，我发的是其他的三码，这个我不会写。对方电话是吧？前头的号码是17，后头的不记得。在公安局里，老陈显得十分焦急。他说，这几天他备受煎熬，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红的就是没法说，这该咋弄的？就是这么大岁数，按道理不会出现。老陈今年55岁，在乌海帮人家做点木匠活，打打零工，平日里为人处事也很谨慎。他说，之所以他会有此遭遇，是因为那天的一条短信。那内容就是乌海社保退的一批补助款，赶快去领取，今天是最后一天。他就是退的一批社保补助款，也不是说领取退休工资。补助款因为啥呢？我就以前就在我们那玩的时候，就听别人就是说5两呀，是6两呀，退的10000块钱。我说感情是我也能领取这个钱了。老陈虽然没有固定工作，但是每年他都会到当地社保局缴存社会保险金。看到短信上说有社保补助款，而且是领取的最后一天了，他连忙按照上面的电话打了过去。当时我一打电话，你说你回家，你有上房证不？带上房证的不？我说不带的。那你回家看看你上房证。他把这个名字告诉了，告诉了，然后对方呢，然后就对方就告诉他，哎，你给财政局联系一下。这个呢，相应的就给了另一个号。
电话里自称社保局工作人员的人在核对了老陈的身份信息后给了老陈另一个号码，并且告诉他这是财政局的电话，让老陈与财政局的人联系具体的领取社保补助款的方式。涉及到钱的你再去找财政局，那么这个受害人更容易相信这一点啊，财政局还办事还比较正规，哎，是要给我退钱，再给他一个电话，他马上还会打那个电话。上外上房账号，他就给我说，你下去，你们这儿有银行？我说有的。我说地下不远就有自动取款机啊，那你就去自动取款机，快点啊，去自动取款机，我给你往过打去。经过电话里财政局工作人员的再次核实身份，老陈完全相信了自己确实有这样一笔补助可以领取，于是便拿着银行卡来到了自动取款室。回回都挨着转账。那你没有意识到你转账其实是把自己的钱转给他了吗？我认为我那个时候晓得，我给人家转账，我挨着转账，以为他给我转了，只想的一件事啊，这是在要给我退一些社保款呀、保证金呀之类的，就想着我能马上要得到的钱了，根本想不到我操作完是把我的钱转到他的卡上。就这样，老陈在自动取款机上根据电话里自称财政局工作人员的指示，将两张银行卡里的7万多元钱都转了出去。卡打完了，我说我没有了，他说不可能，你家里头一房钱没有。那个时候我就多少心里头紧一点了。根据老陈提供的情况，乌海警方立刻展开了调查，而最直接的就是老陈收到的这条自称是社保局的短信。我们想过来是想查询一下，好多老百姓都接到了是这样一条短信，我想让您看看这个短信到底是不是咱们发出去的，不是我们社保局发放的，就是发送的这条短信。对，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乌海市社保管理中心，没有这么一个单位，我们呢叫乌海市社会保险事业局，所以它这个单位呢首先就是不存在的，伪造的一个单位。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它这个就是短信的发送号码，咱们一看呢是一个手机号，对，而且呢可能大概是外地的手机号，我们社保局呢发送短信的时候一直是用的咱们这个全自治区统一的12333短信平台，这是代表我们官方的一个正式发送的一个短信平台，不会使用这个任何手机号来发短信。对，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老陈所遇到的是冒充社保局和财政局工作人员，以领取社保补助款为名的电信诈骗。警方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个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就在对老陈的案件进行梳理时，乌海警方再次接到了报案。这条短信就是乌海市社保管理中心最后一次给你发去这个一笔钱，没有领取。小马今年26岁，在乌海市一家企业上班，他也收到了这样的短信，而且也受了骗。他就每一步程序教我插卡，然后输入密码，把钱转入到其他银行卡。我说我为啥要转？他说你转过去一会儿，这个钱就自动转回来了。我说那我为啥能让他自动转回来？他说请你相信我。然后我们把这些案件，进行梳理发现以后，发来的这个短信和这个电话，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就串并侦查。就那段时间的时候，就是有13起，价值20多万元。一个时期内，应该说这种特点比较突出，诈骗团伙集中攻击一个地区，应该是，而且他们短期内作案以后，有可能马上就要收手，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战机非常主要的。于是，乌海警方立刻成立了专案组，对案件展开侦查。此类犯罪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并没有发生实体接触，所以从侦查角度而言，警方能用的线索并不多。警方首先对受害人收到的短信展开调查。通过我们调查发现，这个短信发出来的是一个群发的一个装置去发出来的短信，那么这个装置它不会需要人实际的人去操作，有可能就摆在那儿，在某一个地方放在那儿就可以了。那么这条线索去抓到这个犯罪嫌疑人是很困难的。
我想查一下这个号码是谁开的户，这个能查吗？当时是新登录的号码，没有办法去核实用户的隐私。跟那个公司联系之后，我们发现，不能查见，未能查见那个号码登记人的一些实名登记身份信息，所以这条路也就中断了。警方对嫌疑人使用的电话号码进行调查，但是无法确定嫌疑人的身份。现在摆在专案组面前的只有一条线索，就是老陈和小马转账过去的银行卡号。受害人的银行账户都是打向了这个人的账户里边。根据开户信息，警方找到了这个银行卡的开户人李某，但是调查发现，李某在当地有正式工作，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外出，没有作案的时空条件。至于银行卡究竟为何会被嫌疑人利用，他也不得而知。这使得警方只能从银行卡的使用者，也就是取走卡里钱的人入手调查。专案组组织这个力量，马上就到了实际嫌疑人的取款地，通过这个调取流水，调取 ATM 机的监控录像。2016年5月16日，取款男子进入了中山路的一家自动取款室。5月17日，这名男子出现在广西梧州市南中路的一个自动取款室。5月20日，嫌疑人又出现在了梧州市新兴一路的一个自动取款室。我们随后对该男子开展视频追踪，但是由于广西梧州这个视频覆盖面比较少，无法进行视频追踪下去，案件一直陷入了一个僵局。通过调取银行监控，警方发现这名取款男子在案发时间频繁取款，而且取款地点并不集中。我们就分析他，这个取款人他不可能24小时待到这个 ATM 机跟前，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受害人会被骗，那么他能在这5分钟之内把款取走，那我们分析他肯定离这个 ATM 机住得不远。地图上的123是警方标注出来的嫌疑人取钱的自动取款机所在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出，他取款的地点并不集中，相反，离得还有点远。警方分析，如果嫌疑人是住在同一个地点，那么他去到这3个不同地点的自动取款机不可能都5分钟之内就能够到达。难道说嫌疑人为了躲避警方的侦查，在不停地更换自己的居住地点吗？在对每一个取款地点以及周边的环境进行研究后，侦查员发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在每一个取款地点的周边都有同一个品牌的城市快捷酒店。顺着这条线索，警方能否顺利地找到嫌疑人呢？刻意的伪装，肯定是嫌疑人在使用他的假身份证在登记住宿。耐心的蹲守，有声音，好像一听声音有个3、4个。迷控一线正在播出。每一个 ATM 机跟前，它都有这样一个城市快捷酒店，同一个品牌的，这也是一个，就是尝试的方向。还会，他就习惯要住这样的宾馆，在几个固定的ATM 机取款机旁边，我们发现快捷酒店以后，我们就把快捷酒店所有的数据包括监控也调取。在对大量的酒店监控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警方有了发现。根据这个取款时间，5分钟之前是不是有人从这个宾馆出来，经过调取了这3家宾馆的录像，确实发现有同样一个体貌特征的男子在取款之前几分钟之内会从宾馆走出去上街，那么他肯定是到了这个 ATM 机去取款了。警方通过酒店的登记系统调取了这个人的身份信息，登记的身份信息显示是一名陕西籍的男子。那么这个男子是不是警方正在找的嫌疑人呢？发现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而且也没有到过这个广西，或者是到过这个其他外地，就是经常在这个本省陕西省内出现，也没有什么犯罪前科，也没有什么被打击处理的这个记录，
所以说我们分析他肯定是嫌疑人在使用他的这个假身份证在登记住宿。虽然嫌疑人的身份还无法确定，但是警方掌握了嫌疑人使用的假的身份证，也就是说一旦他再次使用这个身份证进行登记，警方就能确定其位置。犯罪嫌疑人在他们中间也是互相是以代号称呼，互相不见面，然后实施诈骗成功以后，按照他们所在担任的角色不同，然后提取不同的报酬，所以说非常难打击。仅凭警方目前锁定的取款人，想要整理出整个诈骗团伙的人员结构十分困难。民警们推断，既然这名嫌疑人只是负责取款的，那么他一定会和他的上家，也就是诈骗团伙的指挥者有联系。顺着这个思路，警方对锁定的这名取款嫌疑人展开24小时的轮流跟踪。该男子取款后有一个汇款转账的这样一个操作的记录，办案民警非常高兴，就立即前往该银行继续调取这段时间 ATM 转账的一个记录，从而我们掌握了一个新的银行卡号。我们经过调取流水发现，他在湖南长沙有取款记录，而且很稳定，就是受害人往进一存，他就要往出取。这个取款的这个嫌疑人往取出了钱以后，往进一存，那么对方的这个卡就要取出这个钱。经过大量的分析研判，警方推断，在长沙取款的人应该就是这个诈骗团伙的上线，也就是实施诈骗的人。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一面暗中监视广西梧州取款嫌疑人的动向，另一面派出工作组赶赴长沙，调取了那个 ATM 机的取款的监控。在监控中，我们看到有一名男子，上身是白色半袖，下半身是穿着一个拖鞋，这样一名男子在那取款。通过这个现象，我们就分析嫌疑人应该是在附近居住，或者说他生活圈应该就在附近的。根据这个推断，警方对嫌疑人离开自动取款室的轨迹进行了视频追踪，但是周边路面的监控条件并不理想，警方无法锁定嫌疑人具体的落脚点。我们发现了嫌疑人这个取款和这个活动的一个大概区域，这个区域有好几个小区，但是进了小区的视频条件就很差，所以说我们也没法确定他具体是在哪个小区哪个房子里住。十几万人口这个小区，而且基本上以流动人口为主，排查犯罪嫌疑人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大的麻烦，一个人多人杂，再一个小区的基础工作也比较薄弱。在这样的范围内，想要找到嫌疑人的具体落脚点犹如大海捞针。既然生活在这里，那他与他生活相关的衣食住行这些方面他都要接触，我们就想到从这些方面去摸排走访，去看看找到能不能找到这个与嫌疑人有关的线索。我们把那个嫌疑人取款的那个照片打印出来之后，进行逐个商户进行查找，秘密地进行排查，进行走访。果然，在走访到一家小餐馆的时候，警方有了一个重要发现。该店的店主就立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说这名男子是他们的一个客户，他们该男子经常跟他们联系，就是送外卖的东西。这个老板给我们指了这个他具体送外卖的这个地址、房屋，那我们就想到了，这是不是就是嫌疑人所实施诈骗的窝点？但是这个还需要下一步的具体去查证。咋样？出来个人，但不是他们的人。家里面有动静？家里面有声音，好像一听声音有个3-4个人。那就应该差不多应该在了，有男的有女的。人应该是在了，但是现在没出来。但是具体说什么还有些听不清，但是他这个打电话的时间非常规律。就像正常人上下班一样，8点到中午12点，很频繁的会有这个说话的声音，下午是2点到5点也会有很频繁的这个说话声音，那这也符合嫌疑人去冒充的一些社保局啊、财政局啊，是一个正常上班时间，我们怀疑他就这是个窝点的可能性就很大了。根据蹲守得到的信息，
乌海警方验证了他们此前的推断。通过调查，已经基本上锁定了嫌疑人肯定就在这个长沙市长沙县湘江世纪城五栋三楼的一个房间。那咱们通过走访，通过那个，那个物业，已经确定了这个屋子里头可能住了八九个人。所以说，咱们要是制定抓捕的话，还是重新要精细一下。警方目前掌握的情况显示，诈骗团伙的窝点位于湖南长沙的一个小区内，小区里都是高层的楼房，人流很大，并且八九名嫌疑人都是住在一个屋里，这给警方的抓捕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并且这次抓捕还需要湖南长沙和广西梧州两地同时进行，如何既能固定好证据，又能够将嫌疑人一网打尽，这成为了摆在乌海警方面前的一道难题。那么警方的这一次行动能成功吗？智取，你们看这是谁了？是物业的，楼上漏水了。强攻，别动，别动，南屋，北屋，别动，别动，别动。迷控一线正在播出。梧州的情况是这样的，咱们通过视频追踪和与大数据分析，发现这两名嫌疑人于下午18:50左右就是返回到这个宾馆房间内，至今还未出来，这应该也就是他们一个最新的一个落脚地点，可以实施抓捕。我们这个同时抓捕也很有困难，一个需要充足的警力，二一个选择时机也非常重要。但是经过我们分析，这个嫌疑人他会选择和正常单位，比方社保局上班时间是一样的，那么早8点到中午12点他们要集中作案，这一段时间或者是下午的这个正常上班时间他们都要集中作案，人比较全，在这个选择这个时机去这个实施抓捕，成功率比较大。根据专案组制定的抓捕方案，2016年6月25日乌海警方在长沙和梧州两地同时开展了抓捕行动。等到嫌疑人走到了房间，我们用服务员的这个房卡开了门，进去房间实施抓捕。这卡是谁的？看了我们自己。谁的？我的妈！待会儿呢，你就敲门，轻轻，你去敲门，敲门他，你慢慢，你是谁了？你是物业的，楼上漏水了，然后看他一看，然后敲门，你就走，迅速慢慢来，绝对要不要动，不能动手，进门，然后你马上把门上撤离就行。抓捕行动进行了2个多小时，乌海警方在湖南长沙和广西梧州两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嫌疑人基本分3组吧，一组是发送虚假信息的，一组是打电话实施诈骗的，一组是负责取款的。他每一个小组都会有一个小组长，这个小组长就为这三几个人负责吧。至此，这个诈骗团伙的全部成员都已经到案。通过初步审讯，警方理清了这个团伙成员之间的关系。陈介川31岁，福建安溪人，他是负责具体打电话的话务组的组长。看我说你如果你查到这个什么社保诈骗啊，或者是诈骗之类的上面的话非常多，我们就去看了嘛，看了以后自己再整理一下。
陈解川说，自己先从网上搜集到相关资料，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经验整理出领取社保补助款的诈骗话术。分工细一点，分工细一点，看能不能这个成功率会不会高一点。信息上面就会留，他就是社保局的，然后我们就叫他们冒充社保局，然后社保局以后说，到时候如果他相信的话，就我们叫他再打到我们财政局，这样子我就觉得这样会比较相信嘛。有了话术和角色分工，陈介川接下来就需要找到具体操作的人员。他首先找到的是自己的妹妹陈桂宝。为什么想要找自己的亲妹妹？你不知道这件事可能要触犯法律吗？就是把她加进来，不是害她。当时也有想过，就是我当时也是想过，抱着侥幸心理，就是我是说想说，看短时间内能不能赚到钱，然后等等，我们就不做嘛。他就说，我这边有一个工作啊，是跟他一起去的，然后就接个电话，一个月就包吃住3000块钱这样子。没跟你说这个电话的内容是干嘛？也没说。没有，他说到时候会跟我讲，他说很简单，也不需要你担心什么。廖丽娜今年21岁，福建安溪人，当时正在找工作的她，被陈桂宝带到了湖南长沙。他就说他自己是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然后告诉对方有一个社保没有领取，让他打另外一个电话这样子。那个时候其实你意识到你是在说谎。嗯。当时你提出疑问吗？那时候过一两天还没开始工作嘛，然后后来又跟他们说要回家，他们不行，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又不敢跟家里人讲。除了具体打电话的人，诈骗团伙还需要有人专门进行取款，将骗来的钱第一时间取出并转存到上线负责人的银行卡里。这样我怎么钱来比较快嘛？我说至于不懂，那读什么都不会嘛，就只能做那个随便做一下。后来我问朋友说，有没有朋友在做那个诈骗的是吧？许志辉31岁，福建安溪人，是这个诈骗团伙取款组的组长。这个取出来是吧，大概晚上4-5点下班了是吧，4-5点下班了，他们就发卡号给我嘛，给我们就是，他假如说今天骗了10000是吧，我们就出了1000块起来是吧，剩了9000我打给他们了。随着取款业务量的增大，许志辉找来了老乡赵志平帮助他一起取款。去给人家取钱。给人取钱。对。你知道给人取钱是取什么钱吗？那我一开始我不知道。赵志平正是乌海警方最先锁定的那个在广西梧州自动取款机上取款的人，正是从他这里，警方打开了整个诈骗案件的突破口。实际上，对乌海的诈骗过程已经完成了，他觉得这个城市已经就是没有人愿意上当了，他已经把这个方向，调转到这个呼市了，正在对呼市实施诈骗。经过审讯以及相关证据的调取，警方发现这伙犯罪嫌疑人是针对一个地区进行集中诈骗，然后更换一批号码，再对下一个地区群发诈骗短信。短信的内容就是有社保补助款没有领取，留下一个以170和171开头的虚拟号段的手机号码。针对这一类型的电信诈骗，应该如何做好预防工作呢？首先就是对社保相关知识的了解。社保呢，实际它是这个社会保险的简称。社会保险呢是包含5个险种，咱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还有生育，还有这个失业保险。
我们社保局呢，实际是负责养老保险这一个险种的业务经办和服务工作。这个社保这块呢，从咱们的工作的流程来讲，一般呢是这个参保人在职，也就是在劳动期间先参保缴费，等到到退休年龄之后呢，再来我们社保局申请领取这个退休后的养老金。武汉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介绍，不存在短信诈骗上所说的社保补助的这种说法，目前只有针对特定人群的养老保险补贴。属于就业困难人员还是属于原国企下岗人员，提供相关的资料，经我们这个经办机构审核通过之后，将来发这个补贴的时候呢，也是我们在他缴费的时候，一种方式呢是在缴费当中直接扣除，就他本人直接来我们大厅办缴费的时候扣除，另一种呢是这个他先期缴费完符合条件的，由我们就业局的经办机构直接往他的这个就是当时他规定的这个卡上头直接给他往上打这个相应的补贴金额。陈介川等人正是虚构了一个社保补助款的名头，分别冒充社保局和财政局的工作人员，对特定一个地区的人员大量发送短信，一旦有人根据短信的电话打过来，便误导其在自取款机上进行转账操作。嫌疑人的借口就是说，你先看看你卡里有多少余额，然后我给你打这笔款，然后你再查余额是不是多了，多出来就是我给你打的款。很多人都会相信这一点，输了密码查了余额，实际上受害人不管他里头有多少余额，输入密码查询余额，看到比方说有5000，他会跟嫌疑人说我这里有5000，那嫌疑人正就知道他已经把密码输了，说好，那你下一步就按照我的操作做，按右拍第一个键，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么右拍第一个键就是转账，点了转账啊，那下一步你再在数字键盘再输入多少号，输入这个一串数字，实际上这一串数字是嫌疑人的账号，那么先点了转账，再点了嫌疑人的账号，那就剩下输入钱数了，那第一步又有了查余额的这个过程，嫌疑人大概知道他卡里有多少钱，有5000，说哦，你再点个50000，再点确认，那么你的5000块钱马上就已经转到嫌疑人的卡上了。后悔，非常后悔，就后悔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骗人家的。为什么当时要做这个？我觉得就是一定人生自己要有规划，不要说自己要做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才我当初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工作，所以才相信他们，跟他们一起来工作的。我自己一定要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目前，武汉警方核实的案件有75起。涉案金额150万元，陈介川等11名嫌疑人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本案中，无论是受骗的老陈，还是行骗的团伙，他们双方都存在侥幸心理。老陈侥幸地以为自己可以领取社保补助款，结果呢，却是损失了7万多元钱。而陈介川等人寄希望于不被警方发现，靠诈骗来积累财富，结果却是要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